好的，欢迎回来。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传奇呢，是陶心然对杨锦鑫啊，也是两位年轻的高手。那么依然是32强战的一局棋，这盘棋是陶心然的黑棋。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啊。小木。错小目开局，挂尖跳，挂角，啊，这个脱退定式啊，还是比较常见的，比较稳健的。对，这个最基本的定式了，站完一拆，拆的是高位。然后点三三，这感觉上黑棋这个开局的思路还是以实地为主啊。陶心然，我们现在看到这是现场的画面。哦。我这是童梦辰对李维清。还是有不少对局是在这个面棋啊，以面棋进行。反正中国棋院棋手还是多一些。这主要现在棋手主要是在北京和杭州两个城市啊。徐嘉阳、赵春玉。啊，赵春玉也是前不久刚刚升为九段。好，点三三，刚说黑棋这个实地啊，还是捞的比较的快的。三个角先拿住，白棋连片，这是这中国流的位置。对，现在中国流确实比较少见了，是吧？对，黑棋高挂，脱退完大飞。对，这个大飞这个棋，以前在中国流的布局当中，这个棋形还是比较常见的。这是一种新的调，因为这个时候不能再死背定式了，粘了虎太重。对，这个棋要下的轻灵一些，轻灵速度快一些。看看他是选择飞回来。这边拆。这个开局好像不是一种 AI 常见的套路，是吧？这个相对少见一些，感觉。但是每个局部其实还都挺常见的定式棋形。这个拆往这飞应该是本身，因为这不能被飞压，太扁了，被飞压，这飞应该价值很大。对。然后这个地方也挺常见的，这个B，白棋这个点完了拖呀，其实是一个连贯的一个思路啊。就是因为你直接拖的话，拖完扳他退，黑的当然现在可以拖，先不见得粘。就当然是或者就算粘上，你这个地方便宜不到了。如果能点到一下呢，以后这脚上无论是拖呀、小尖呀，这手段就比较多，能活脚嘛。如果将来担心别人有这种手段，用强了是吧？你有可能点不到了。但是这期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拖这个？这个非常重要。这点完了拖，这个时候其实是不太能脱先的。如果脱先的话，这个打住有点受不了。啊，这里是打高的。这里打高的，打高的你拖，然后这个扳，这个棋就是黑棋这个子逼在高位的时候，这个手段很严厉。这扳完打完一盘，真子有力，一方有个真子。黑棋现在真子有力，所以白的扳不下去。是说这个真子？对，你力的话，我这是真子，所以白棋就只能吃，真子不利只能吃，黑的顶住。这个黑棋效率很高，这个太舒服了。这个不能接受，就像这样的话白棋血亏，所以这个逼的时候不能脱先，这是也挺重要的一个棋形啊。因为他逼的低的就可以脱先了，逼的，因为无论你打低的，打低的我就压住无所谓，你打高的我还是高打呢，我还是脱，就下成这样之后，对，我还是像刚才这样下，我可以长，这时候可以长，对，比刚才头要好很多，这我可以尝，你这不能被我冲断，你这得粘上。
这个图摆着可以接受。这个关键这个头差别很大，差别很大。因为你现在黑棋如果再拐起来，对，和刚才这个顶住，去差太多了，主要手速还一样。嗯，那这样的话白的是不能接受的。对对，所以说这个棋这地方也算是一个知识点吧，就是这个逼的时候白棋是得补，它补呢是防黑棋高打入。对，那补的话呢就会想到这步拖，拖的话呢他又会想到我先便宜一下再拖。所以他这个思路是，对，这个逻辑连贯啊。嗯，他先便宜一下再拖，就那黑的也很灵活，拖的时候拖先了。哎，他是说意思说你这个点变损吗？对，反正他想保留一下，其实局部可能将来也可能是搬，但他就是先保留一下，万一呢，万一以后我这地方有别的下法，追求一下调子啊，先保留一下，对，先走别处看看。别处的话他直接就打断了，挑起战斗啊。啊，其实这个局部呢就是有打这里的也有打这里的，是吗？现在因为这条边这里有一个头，他是觉得打着这里更好。他就首先可能觉得打这个这条边意思不大，打这打完立这个，将来人家这地方外面就算一直压过来，有点重复，有点扁。对，这条边价值不大，有点扁，也是想寻找头绪吧。他打在这儿，但这两种棋局的进程啊，一个是稳健的，比较铺地板的那种，这个就这样的话就是一场战斗了，这个就很激烈了，因为他这个。他非常的激烈，他走完之后他是要靠进来。这个是比较猛的一个下法。白棋呢倒是也有办法，他是打搬了虎，这是一个局部的棋形。是吧，下一手就要搬。如果说黑棋跟着硬，如果跟着硬他是什么穿出来。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感觉你这个应该是他的想法吧？猜测啊，就他至少先问问你应手是不是，看看你要不要在这里。他就觉得走两下不亏，对于战斗来说总有帮助。所以黑棋这时候呢没有补角，他是在上面搬。那总感觉没有补角这个搬好爽，很想搬。好爽这搬，这个这一点太诱人了。他先交换几个，但是反搬先定个形。总感觉这地方白的好像棋形不错。这个黑的很强硬啊。但是黑棋现在这里落一个后手。被白棋我看啊，是搬到的。能吃掉吗？这怎么吃啊？吃不掉的话。吃不掉主要你怎么走呢？这个便不便宜？我觉得不便宜啊。是吧？因为你现在白棋吃掉这颗子之后，基本上活行。他这边如果也活了，那么黑棋的收获就是把这个空打穿。这能不光是这一个子的问题吧？就是你先立，他这是要穿嘛？穿压。他是冲，我就冲。你是要冲这个？你冲我挡，然后你断我管，不怕。这不是这白的不是活的问题，白的出去了呀。是的呀。所以我就黑棋这个下法，看他搬的时候怎么走。哦，他爬的。没有，对，不敢立了，他爬。不是不敢，但在爬感觉好像不太对，爬一个白棋就把这个吃了，好像这棋黑棋。亏很多，但现在就把这拔了就行啊，我觉得。让你搬起来。一搬我就活。对。这黑的走着什么了？这方还欠一圈穿向眼，把这两边都活了，棋形也特别好。这是一个穿向眼，这也是个穿向眼。好像不便宜是吧？黑棋不便宜。应该是亏了。白棋其实这时候打拔就行。白的实在没拔，没有去吃这个子，这吃这个子还挺简明的。白棋呢没有吃在脚，他选择的是这手棋拐在这里。是吧，其实是两个选择，肯定他也是算过这个吃脚。吃比较简单嘛，对，但是吃脚，但问题是吃脚是不是先手吃脚，我打拔你搬我虎。黑的有机会抢这个鸭吗？
感觉这地方黑的也脱不开手啊。很想走这一点，很是想吧？走，很想走。这个很大。黑的先搬这个。杨锦新九段现在目前是等级分排在第三位，第三，哎，他之前和刚才我们介绍那一盘棋，顾子豪，他们俩一直是就第第二、二、第第三这三，样子交替，是吧？但是最近顾子豪的成绩呢要要好一好一点，些，哎，对。但是杨锦新这都是我们现在顶尖高手了啊。哎，陶欣然也是成绩，今年成绩也不错，拿到了这个全运会的男子的金牌，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每个国内比赛，你哪怕是32强呢，其实也都是这个对，都，强强的对决。对，中国毕竟现在这厚度还是在这今天正好这两盘棋也是大家投票选出来儿的，就关注度最高的两盘棋。那我猜明天应该是蒋柯洁的棋了。估计是，但人气太高了啊。好，我们看实战，他是虎在这里。扑他打一下，说打完班，这个我感觉就有点搞不清了呀。这个棋，这棋这个被黑棋抢回来了。对呀，这个抢回来。抢回来，白棋活是能活。他好像不准备活了，不准备活了，不要了，活是怎么拱这个活那 鼎是先手是吧？的？鼎是先手，然后这代如果能做出一不只是，眼，就直接拱一下，这拱一下，这再拱一下，他可能觉 得但是很简明，不想活了，他可能觉得拱不舒服呀，然后。活的不是那不，么的他愉本来快。可以直接这个脚打对，拔，活得很清主要楚。打拔，我刚才觉得黑的在外面得走，它是一个先手活。你不走，你不走，这一路打，我再打，你得去爬二路了。这黑棋搬完了，黑棋得走啊。这个子肯定是棋精师的要点，我感觉吃了会好很多。这一代，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有自己的判断，是吧？包括这个拐。有点大局啊，这棋下。对，很大局，大局观。这虎玩一长，这大局非常，这就要还是不要啊？这是不活了。先看你怎么吃，是不是？你如果让，就是这样来吃的话，他把你包进去比气，他是觉 得。不是我，你现在搬这个，我这多了个子，黑的只要棋子走到外面就已经死了。哦，拱不到了是吧？拱是后手了。拱这个的话，我拱这个，而且。这里好像也没 有你问这个补题，得很好啊，这个我没棋了，没棋我现在靠你刚好一个凑你虎啊？口。对啊，我是觉得这棋可以挑一个好，它实战好像是长的，我觉得挑长一也个，补住了是吧？长一个哎，的长没有话补住又啊，靠啊，对啊，长没有补住，我靠呢，靠我退，只它能这退。有点不舒服嘛，我这稍微有个，点怪，对，这个有可能挤断你啊。我是挑一个。对，是不是跳一个更好？棋形来说，是不是跳一个更好？它实战是长他的。长，他身上白的也没想活，白就贴贴就长，就是白棋一直就不想活，想不开。这就已经死了呀。这个贴，黑的也不吃，哎，黑的觉得这个，这步棋比较黑。这还好像还是有一靠，这是被长到一下，有点不太对。对，他还是讨厌被靠在这里，是吧？靠在这儿。硬杀粘上，他担心收起吃。这黑的也不，所以干脆我也不吃你，黑的也不杀，对，我就出头。黑的也不杀。很有大局观。你这活吧，这总不能再就倔下去，一个不杀，一个不活，很有意思啊！都很倔强。白的想占尽便宜再活，白的就一直想占便宜啊。啊，你看现在黑棋不杀了，黑棋又挡住。不杀，不，黑棋现在觉得
他挡住他就看成一种补端的方式。嗯，他现在确实不能再杀了，再杀就被断了，可能是反杀了一样。但是他这么补断，觉得效率不高，对，棋形没有走这好，然后白棋再这么活，嗯。哦，黑棋现在主动的时候搬，将来是有这种打吃是吧？对，搬是为了紧白棋气嘛，比例这个对白棋的眼位影响要明显好。那既然已经顶了，他总是要做活的。嗯，总得活。总得做活，然后黑棋再把这边打断。哦，这盘棋是比较激烈的一盘棋啊，和刚才我们这盘棋相比，打了长，打了长，现在留着这个。打了漏打，白棋其实没活，没活。对，嗯，白棋不活，白棋现在要处理一下，看看他是怎么处理的。他是断打，他是断在这里。断在这里，肯定就是这个你打不到，你打了打着后手，不要了。他打吃，长，然后打了打，打了打不能要了呀，这要死，要不了了，反正是。这应该不能要了吧？嗯，不能要了，这四个都不能要了。嗯，冲一下，冲一下，紧黑棋气，再吃。嗯、转换了，就是实际上这样是一种转换，黑的吃四个，白棋把这棋了一种转换，嗯、这棋下的大开大合的，告一段落。嗯。这个战斗也是比较眼花缭乱。其实我觉得你说很有必然性也不一定。我觉得黑棋刚才就把白棋杀了好了。嗯。要我还是去吃了。转换。形成一个转换。如果我觉得简单判断一下呢怎么样，感觉上黑的不错。是吧，感觉上黑的好。因为首先这一棋黑棋还是占到了一个先手。嗯，对，黑的获得先手，白棋是拔了一手，现在轮到黑棋。就我们从打这个开始看嘛，就黑棋打完之后，基本上黑棋把白棋本来就有块空，嗯，把白棋这块空呢给破掉了，破掉了，嗯，双方现在目数，黑的可能不比白棋少，可能还黑的多一点吧，还少。就说这半面棋盘、嗯，所以黑棋这肯定是有收获的，这打入，然后这个地方、黑的加了粘着你先手嘛，嗯，这层皮，这个口子也没封住嘛。我感觉这个战斗黑棋算是成功，嗯，但应该这棋还早吧。不过这边还，将来白棋是不是这边贴出来还是有一点有点东西，但是这个黑的也不太重要，因为这些子都可弃可取，无所谓，都是些残子是吧？我拆拆边啥的，你出来，我借用很多都可以弃。黑棋并不重，嗯、好，打，粘上。好，黑棋现在刺一个，嗯，它是不断吗？刺这个，这白棋可以脱先了，白棋是搬起来，黑棋刺这个干什么？寻求一种调子是吧？嗯。我觉得这个刺大吗？你说这个刺是吧？嗯，对呀、啊，我也不不知道刺一个是，他也麻，他不刺他，这他不知道，他一直不肯搬，不肯搬。我就是不太懂他调子，这肯定不会是补这个，对，不会是补，他是不是补刺一个找个调子是吧？他刺完可能他觉得刺完飞挺大的。你粘他可能也想中中飞一飞是之类的，但是这边不大吗？就是这个搬下来不大是吧？他好像一直有什么念想，不是很肯搬掉这一下啊、哦。黑的好像刺完你粘他是不是要打入啊？他有什么念想在这地方？有执念，不肯把白棋走后，有可能想弄白棋。只是我们在试图在寻找他们的这个思路啊，嗯、因为其实前面这个很多招都不是那么，嗯，是吧？他肯定 是很好解读。他有想法，就正常。要是我的话，就没什么想法的人，我就搬完拆边去，我管你呢，我搞什么就搬完一拆，就比较容易想到的、啊，是吧、嗯？对，普通的想法。他这个有追求，他对他这个点完啊，我估计白棋就算粘，他也是有。
特殊的手段要给你上点上点药，他不是说就点这个，但是反过来说，我又觉得这个是眼尖的点不着，没必要啊，我感觉主要因为这两手棋交换还是从价值上来说，感觉上白棋还更实惠的。就是这两位棋手呢，对战成绩，就之前对战成绩是杨鼎新是明显领先的，但是今年陶欣然确实是状态还是不错，包括像全运会的冠军啊，而且不是老说他是柯洁的克星嘛，是吧？但最近好像柯洁的要搬回来好几盘，而且但今年陶欣然也是凭借这个就是日常这个棋局的靠积分升为了九段，所以总的来说今年也是他这个状态不错的一年，能升段就说明问题，就是肯定是胜率在这儿的，对，才能升段嘛，升段就说明状态肯定是不错的。哎，然后接下来点，白棋脱先，我感觉黑棋下的确实很有想法，招法。陶欣然很灵活。对，接下来拆边。对，这个就比较好解读，眼尖的好点，对吧？白的去活角，白的要把角给活了。脚应该能活吧？翻粘啊，白棋就把这个脚掏掉了。黑棋外面有断点，所以他哎补他是这么补的。这么补，补这儿顺便把这个口子封住了。这样的话，这个断点他觉得不担心，是吧？当我长，因为外面现在黑棋子太多了，足够厚，他把这当自己空看。这样就白棋立下去做活。活这棋我觉得应该是官子决胜的一盘棋。对，一个细棋的一盘细棋。飞在这儿，最大限度的围控，主要是把这个口子封住。现在这个其实就看中府定型很重要了，因为这个黑棋这几个子也没有活嘛，没联络，这中府的怎么定型就很关键。对，时空上来说，白棋活角还是挺舒服的，我感觉。一二三四五，活了七目。这还有加嘛？就看这地方定型黑的到底能围多少，白棋怎么样来搞黑棋啊？这棋就中间很关键。中间总的来说好像还是黑棋稍微薄一点，是吧？对，黑棋薄一点。这目数的话，黑棋这个角14、22、30、35目。不算这块儿 ,35。怎么感觉黑的目好多呀？十目棋。白的大概45目左右。就黑棋不算这块35目，那这块棋就是黑棋只要能围出20目。黑棋还不错。但是黑棋有点薄，黑的也不能付出太大的代价来围这个空。哎，我看看实战啊，实战是掉在这里了，这一招够比较深，对，这个够深。因为我们看他这个黑棋的这个封锁线啊，大概是这一线，是吧？你如果是在这一线掉，那么他封不住你，黑棋封不住，他是往里面。这个、不进去一路，这个真的是连谈判的余地都不给。白棋黑棋确实，白棋黑棋没有退无可退啊。对，这直接我感觉说，直接就一句话，直接就聊不下去了。谈崩了哈，直接就白棋也下得很，白棋就朝着崩了去的，没想跟你谈。这个够狠啊！对，这个战斗又是一场战斗。这个选点是不是也能看出这个形势？杨鼎新是不是觉得还是需要拼？对，不是很乐观的一种姿态啊，我觉得。
不然没必要这么狠嘛。够深啊，真的够深啊。这个黑棋应该闭眼就先飞住，是吧？没法守了，怎么守？没了，已经，再守下去也守不着东西。然后黑棋现在是，哇，秀，就这种棋，就从中间好几手棋啊，这种虽然这个不是很好解读，但我能感觉到这是一种棋手的一种状态，很敢下。也思路很开阔，应该状态还是非常好的，很灵活。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看不懂。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反正先手便宜，定个型，多两个子对上面的战斗，因为主战场现在在这儿，黑的想在这儿通过一些交换多几个子接应帮忙，就是可能比较玄乎，但是多，他其实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总比没有强。就是一种奇感是吧？对，就是、多几个子总好。他不知道这个中府到时候会下成什么样，会下成什么样？他至少先留埋几个伏笔，将来派得上用场。说不定这边多几个子就能用了。就是那其实也是一种经验。对，从道理上来说呢，肯多少，因为你的子在我下面嘛，我在你外边，对外边这个战斗来说，肯定是我的子有用，所以不会亏。对，他这就是想先手便宜几下，白的也够扎实的下的。都跟着硬，对，白棋全都跟着硬，就很听话。你看，对，每步棋就这么很结实的连上。好，黑棋尖，做好准备工作了。尖是因为这地方被走过来，这地方粘好像有线索，就有个尖嘛。这地方好像跳过来，是不是要连不上？对，这个补一个还是有必要的。这地方明显比较薄，有断点。那就看白棋怎么出头了。白棋跳。这感觉很复杂，是吧？中府这攻防非常复杂。白棋这个棋呢，肯定也不是说自己做两只眼出来，因为自己做眼好像不是很好弄。白棋还是要揪住黑棋，去找黑棋棋形弱点的问题。所以白棋现在断都是在找头绪啊，他看你要不要。黑的也真的也挺狠的，一个子都不肯给。冲断。他为什么感觉白棋还是显得风险要大一点呢？好，这个这得虎啊，这不虎的话你威胁不到黑棋啊。现在不能考虑自己了，肯定是要威胁黑棋啊，自己肯定是活不了。什么？太复杂了。这个感觉完全理不清头绪。这个，因为中间牵扯的东西太多了，就是白棋如果弃子怎么样，或者是到底定型成什么样是？如果说每一个图都需要判断。对。我们先简单判断一下啊，就是如果说白棋现在把这个断了，黑棋把中间吃了，这样行吗？你也不知道黑的怎么吃，就这么吃，最简单的吃，好判断吗？不是很好判断，不是好判断，这怎么点目？那先不判断了。不，这怎么点目？就是我现在你冲过来，我们做形式判断，这点多少目？这什么都是，都很复杂是吧？对，这地方还有个尖。这怎么点目？好，那就先不判断了。不知道谁好，不知道。不花时间，这个完全看不清楚。现在不是凭感觉的时候，是吧？一定是要经过这个。凭感觉肯定。缜密的判断。感觉不出来谁好。他先这个。尖的时候黑棋算了。哎。黑棋这个肯定是经过判断的。黑棋算了。他。不然的话，他可能觉得，是不是只能算了？因为你跟着走的话，确实是不是有点勉强呀？这黑的是不是有点勉强啊？如果冲是吧？冲断这棋形感觉黑的确实有点难受。好像只能算了。只能算了。那白的当时能不能先走这再冲断呀？
不知道，反正黑棋算了也有理由，因为白棋冲断这手棋，这个还是损了嘛。损一点，嗯。反正现在是不是看成剑河？这个跟这个也巨大嘛，这俩是不是看成剑河呀？哎，现在白棋，你看看白棋好像还不肯简单的，就是就说比如说剑河哈，嗯，还不肯简单的选择，那这他个还要继续我觉来。得从实战的这个进程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出来形势可能应该是黑棋好，是吗？黑的选择收兵，白棋继续拼继搏，续拼搏，从这个招法、从白的逻辑要上来拼，说，白的要拼，应黑该的想收，是，对，逻辑上来说应嗯，该是这样的，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事实上反正这个局面属于很难判断，你他不定完型，你说点目这个棋。点不清，但从进程上感觉上来说，黑的好像嗯。从容一些啊。就是说，这个棋局啊，我们现在这个局势是这样子，就是不是说那么一目了然，谁形势好是吧？对，就是很乱，因为未定型的地方太依多然了，很乱。嗯，没有定型地方太多了，这个拼这么凶。要不要这么拼？这怎不是，么就还要往首里先这冲个啊？白棋啊，它拼的意图是什么呢？他想这挡回来啊，他想这先手，啊，他现在搬是嗯，吧？现在黑棋吃。如果他打到冲了拐，嗯，他打你现在是提还是我不能提吧？我提了被你一冲一拐，可怎么办呢？断了虎过？啊？那还是粘上算了是吧？粘完拐过，嗯。不，我觉得黑棋能这么硬，黑棋就觉得你这没棋的过，这能有技什能么？对冲了，就看白棋表演吗？他肯定得有所表演啊，不然损进去了。嗯，然后拐，白棋顶，这都一本道了，这只能粘。白棋这就是拼了命的往里冲啊。这个白棋，他刚才是这样，他如果断这个，他觉得被你拐点先手什么封住了嘛，嗯。觉得还有点大，他想往里拱一点，是这意思吧？好，现在白棋贴，黑棋把这个尝过来，尝这个。这都是比较简明的下法。黑棋的每一招棋，他都在挑看得清的下。哎，那你如果说现在白棋就连回来呢？我现在不走了，你就把这个搬，这怎么走啊？搬。搬了连搬啊，嗯。搬了连搬，这样封住是吧？嗯。等等，你封住了吗？这样能封住吗？我如果这主要这个是对呀，这上面怎么，这上面怎么办？封不住，那封不住。你提了这冲完扑完扑，黑的气不够。嗯。回来吧。嗯，他现在没贴，他是 A 的可能就不围了，不围了，那围不住了呀。不围了，那黑棋实地，实地也还剩点，长，白棋这长，什么呀？这是长，嗯。黑的就不围了，黑的点这个。哎，我觉得白棋成功了呀，这白棋相当于说，这个空全部打全穿了，破光全是曝光了。吧？就剩点这了。我们刚才回忆一下刚才那个形势哈，黑棋的其实是很大的潜力的。但是刚才黑棋中间欠的东西也很多，黑的也很薄。嗯，刚才判断就是黑棋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如果能围个20目，黑的还嗯，嗯。不错的。但黑棋现在其实还剩个十几目嘛，肯定没有达到20目这一条线，但还剩十几目。但是黑棋变厚了，哦，也有一定收获。但是白的能全破光，白棋还是看上去挺舒服的。
我觉得白棋这还很能搞啊。好，现在白棋抽。这是什么吗？铺完铺完把铺完，对，都铺完。然后这个力，都这等于这几个子掉了，是吧？啊，这棋子已经掉了。哦，对，已经掉了。你跳一个做活了，是这意思吧？对，这白棋，我觉得收获很大呀，啊，点了一个白的脱先了，黑的对，收获，白的收获也很大，是吧？黑的把这断了也有收获。也转又成转换了，哎呀，太乱了。对，这种局面它乱，就是其实一手棋就是一个转换图，对对对。每一手棋你都得做出判断，这种棋对脑力其实是比较考验的。这个就打将打了，五将了，秒了。这现在这形势怎么样？一通天翻地覆的转换。现在应该是两位棋手都进入读秒了吧？啊，这个点应该是，肯定是读秒了。我们依看看，然，找一个合适的时间点进行判断一下。什么时间点是比较适合判断 的？你来决定哪个时间点比较合适。现在我感觉没有一个局部定型结束啊，那就说那还没有，还不合适是吧？还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靠。不是，这上面这是活棋，活的也没活干净嘛。你说黑棋是吗？跑完一扎丁，靠粘先手是吧？粘士先手是吧？就一拐，也还是留下一些怪味是吧？感觉反正留些味道。这木也不知道怎么说，黑子靠这个，这又是什么？靠在这儿。这都是后手走不到的，是这意思吗？就顶我要吃了，顶这个他是要吃，这就吃进来，这些走不到了，走这是后手，你这个肯定是后手了，那就靠已经死了呗，就靠死把这仨吃了，把这仨吃了，也不小，白的又往里点，这你说这怎么点目？这是故事太多了。那我们就先看看实战的进程。点完班，他要打吗？打劫，这明明还在战斗中。哎，感觉白棋这个斗志啊，是吧？一直都很旺盛，是吧？哦，这个完全没是有收兵的这种概念。遮住名字，我以为唐伟新下的，搅和。一直在搅。一直在搅和，非常能就搅。从这个，从这个进程来看，好像觉得白棋是一直在奋斗当中，是不是啊？有这种感觉？那我这个招，我感觉白棋奋斗要成功了。我感觉上，你这个劫，我感觉白棋能打赢啊。这块棋黑的活了的话，好多劫财啊，白的。白的劫是能打赢的呀。好，先提劫。这地方大概就这样吃了，切回来，黑棋算了，算了，黑棋算了，黑的劫肯定也打不赢，提，这棋就顶一个定型，放黑棋活了，对，黑棋提一下就是这个局部是活棋，但是它是先贴，因为它粘先手嘛，先贴白白棋棋提提劫。劫。黑棋冲这个，那一样，提的是先手，其实他先要手补，补回去，冲一下，中间扳住。点一下便宜嘛，本来
粘一个是先手是吧？本来粘也可以断，本来可以脱先了，点完是不是得补啊？哦，他点完就冲。哎，点完是得补一手。嗯，点完就冲过来。他觉得冲一个大是吧？嗯，因为现在基本上棋盘慢慢在缩小，大的地方可能也不多了，就吃这逆手两个子，这个转换又怎么样呢？啊，然后这里，哎，他这个是个拖一个，拖一个是官子的好手，是不是？那他既然下出来，应该是吧？哦，我看懂了，他这个是吃的话，这里面是没棋的，嗯，但他可以打完立这个。如果要吃，你吃我给你断了。对吧？嗯，不对，吼一个，不对，这棋不对。嗯，吼一个，哦，先断，也吼，不能吼了，先断，拐的话再立。嗯，好棋，这是好棋，好次序，对，好次序，拖一个，那拖一个也好棋啊。那你就不能吃我了。杨丽新九段拖一个是官子好手。这个读秒声中，看着这拖细腻啊，很细腻。那对他们这个对棋形的感觉啊，还是很敏锐的。嗯、细的黑棋得花时间打两将算一算，嗯，怎么办？对，打将，打两将，那个地方被拖晕了。这差好几目呢，是吧？被拖晕了。这怎么硬？这拖，他是不是打里边能打住？不能，都不一定能打得住啊。就是能不能打在这儿？刚才我们说打这个不行，是吧？嗯，你打这儿我吃啊，不依不饶的。封不住了吗？嗯，或者就是这，反正就是你封住可以，这俩给我跑。嗯，我这俩跑。那黑棋干脆脱先了。那这个好小啊，就感觉走了吃这个，怎么还被一拖？那这个棋感觉好小啊，还不如补这边是吧？对，它这个吃掉本身大概也就不到十目棋，这地方还要被各种搜刮、各种搓，吃了个寂寞这个。团，我干脆不硬了。嗯，脱先了。脱先了。看看啊，啊！现在我们终于追上他们进程了。现在和他们同步，白棋现在冲，同步脱先了。这个可以粗粗点点吧？这棋好像还是判断一下形势。这地方是怎么定型的呀？就挡完粘一下吧。嗯。嗯，黑的大概六十目吧，六十目差不多。嗯，挡住了。挡个铁。白的五十，我觉得挺细的。现在该黑的下，下黑的下，那还黑的好啊？黑的好是吧？我感觉，嗯，好。好的多吗？应该不多，地方还细棋稍好。对，因为还有很多地方确实没定型清楚，主要看中间这木也不是很好点。感觉上黑的好说，这代怎么是？就我刚才就点白棋挡了粘一下，我不知道白棋有没有更好的。你是点什么？他挡一下。白棋挡我粘一个，你吃了。哦，那你基本上给黑棋是最保守的下法了，对吧？这白的想下成这样，肯定能这样。就我不知道白的还有没有更好的，好像应该也就这样吧。大致应该就这样吧。对，这样的可能性大。
现在现在是是，黑棋好。我刚才看到这个 AI 给的胜率也是黑棋好。啊，我感觉好像黑的好一点哟。这木还有很多没定型地方，但感觉上黑棋。点了一下，黑的有60。对，都看这个招法来说，确实白棋一直在拼，是吧？白棋一直在拼，我感觉白棋拼的也挺成功了呀。哎，白的拼的不错，我觉得。就是其实这盘棋啊，从开局就一直很乱。可能一上来这白的还是亏了。对，一直很乱，就是我们都来不及去判断形势啊。从这个他们的不好判断招法上来看，是吧？分析觉得好像是。黑棋一直是比较稳健的，在防守，是吧？黑棋是不是吃完这四个之后，这棋黑棋就是黑白棋棋优呢，势就是一直是在挑衅。白棋拼的也挺精彩的，其实。对，哎，怎么这样？等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它是现在黑棋是走这个，之前是上哪交换了一个这里搬了一下。呀？哦。冲下去了，冲下去了，冲下去反正就是这俩子给你跑。白棋是选择直接跳，跳，直接跳。我刚才断完的，反正意思是一个意思。这黑的对吗？不对吧？这黑棋，那咋整？现在黑棋现在的问题是什么？这他要打了黑利，的，打对利啊，你这个不我入打了气，利，你两边不入气，两边不入打了气。利就全跑了，那你如果吃回来的话，这个全，就被打了一利，这这个有点儿。你刚才算的是把这两个子还我刚如果才点进算一去，二三四五八十目，刚才点了大概11目嘛，现在这才几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目，但问题是你花了手棋啊，你这不多走了一个吗？亏倒也没亏多少，但我觉得肯定亏了。他是看看啊，他提的，黑棋提，白棋打上来，黑的是要跟白的打劫吗？黑的是要什么？是想打劫吗？还是什么意思？哎，不是我现在直接吃是什么意粘思？上。哦，可以粘一下。粘我这个呢？提劫或者吃，我也不知道。我这吃现在能吃死你。提劫嘛，就打劫。打劫，黑的打不过呀，这不一堆劫财呢吗？劫不能打，不是，你现在走哪个？提这个，啊，那我粘呢？吃啊，提呀、吃了，啊，那我就这三个子不要哦，那好吗？了。不便宜吧？这便宜在哪儿啊？他现在就是打。不便宜啊！就是打，对。就粘上，就粘上，只能粘上，粘上黑棋。黑棋也只能，我可以，啊，就吃哪个？你可以选择打劫，就你这样的话变成白棋选了，哦不，或者你就不打劫，到底打不打劫？反正打这个就打劫了，吃这个呢，一人吃一半。等一下，已经不用我们做选择了，是不是？他冲这个，先冲，啊，先冲。先冲逼你打劫，我损2目我也得逼你打劫，这样就打劫，那这没有都没得选了，就没得选。但这个损目了呀，冲一下它损目了。损了几目？如果打赢劫是损2目，如果打输劫1目不损。啊 哦，如果就很有可能损2目，那就是折中损1目嘛。有损2目的嫌疑，打劫对啊，对，我觉得白棋打劫是对的，白棋打劫好，因为这劫明显白棋劫财有利，
白棋劫三有，黑的干嘛要往下冲啊？黑的不用冲。刚才就是哪怕他这么吃回来是吧？形势都还可以。黑的不用冲，黑的为什么要往下冲啊？不用这么拼。嗯，反正这样打劫，打劫的话。所以我们的爱好者会选啊，嗯，看是不是都选的是个非常精彩的棋局，对吧？打劫很没有必要啊。现在已经超过我们的直播时间了，但是没有结束，所以我们还是要一直关注啊。哦、很、嗯、这也挺精彩的。现在他们这落子一分钟一步嘛。嗯。打劫至少还得打个四五十手至少吧。啊，四五十手。不过分吧。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一分钟一手。其实这个劫呀、啊、黑棋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对吧？对，就是黑棋不冲，收控。把黑棋打嘛，倒也没这个对双方来说，这个劫嘛也不是输不起。但是你有劫了，其实是不是就有变数？就有变数。就是你，形势好的一方，对，是不是没有必要这么做？劫呢，我觉得黑的应该是打不过的。就是黑棋呢，在外面走俩大官子，亏还是不亏？嗯，走俩大官子等于白棋你收了一个十一目，黑的这地方是十、十一、十三目，黑的还涨了两目。黑的如果在外面走两个，能不能弥补这十目棋的这个支出啊？嗯。反正打着吧，打会儿应该就清楚了。啊、哦，打劫了。嗯。跟对一本道嘛。对。黑的可能被拖给拖晕了，拖的有点烦。黑的也不知道这步该怎么收回来。啊、还是这个杨典新确实是棋感非常好啊，棋、感出色。这一代一下就抓住棋形的这个要害。好，现在要黑棋找劫，找劫财。黑棋当然不冲吼一个好像就行啊，吼一个就都守住了。哎呀，吼一个就行，吼一个就等于你收了一个挺大的，嗯，应该黑的就要好。打劫吧，找劫财，找什么劫？看看现在全盘。现在该谁找？该黑的找。该黑的找。这跳是劫财吗？跳是啊。跳是一个，但是跳损了、啊，跳我吃在这儿。哦，那还不能轻易找。这是个损劫。损劫不行，那不能找。不能找这个劫财，真的不太好找、啊。黑的不好找啊？劫财在哪里、啊？黑的，我觉得这个。那白棋就提了。那就算了。啊，就是等于下两步，连走两步。我觉得黑棋、啊、你真的是料事如神，果然。嗯。但不好找，这个劫不能找，损劫不能找。那白棋总是消劫了吧？嗯，也不一定。以杨典新，你看这种拼搏的姿态，说不定产生了摘劫收后的想法。我为什么要消劫？我劫好多，他这劫太多，他这个加不损啊。他加二路加一个，一枚、两枚、三枚、四枚、五枚、六枚局部七枚不损的劫，跟你打劫瞻劫收后。我跟那个跟你瞻劫收后啊，我觉得哪个官子大我去收、啊。哇，你看啊，这个胜率翻了。翻了，嗯，打什么劫？我觉得真要瞻劫收后，这盘棋黑棋真的有点没有必要啊、嗯、啊！没必要打劫，真没必要打劫。一步棋，主要打劫，打劫他连一个劫都没找就发现打不赢了，还没开始打劫，真已经结束了。其实就看白棋什么时候想消劫了。哦，白棋还是要跟着硬。你看白棋就是想可以瞻劫收后的嘛。劫财打爆啊！嗯，这个大呀，这个大。哦，说这步棋，现在白棋现在用掉了最后一次保留时间。哦。他要判断，确实要判断是提劫还是继续。我觉得继续。你觉得继续啊？我是子弹太多了，打会儿嘛。我觉得继续，白棋劫太多了。这下面都是不损的劫是吧？太舒服，顺手的劫财。顺手的七个劫，顺手的打上去了。嗯，对，得打。
这盘棋真的是一直在，白棋一直在拼，感觉要终于拼回来了。那么敲子提劫吧。加这种劫实在太舒服了。不，黑棋是不是也有点冤啊？是自找的吗？是不是自己打上去？是不是有点冤？这棋为什么不是？我不知道。当然，刚才没打上去，这目我没有点特别清楚，但大概感觉好像黑棋应该是要好。哦。感觉黑棋是要好一点这目数。哦，决议刚才推荐是挤这个掌劫。不要挡，挤这个。挤这个不损。是吧？甚至于可能好像你如果吃的话，他再打一下便宜了。就是刚才不冲这个，我挤这个掌劫，是不是一个好棋？不，挤这个是局部收官妙手。嗯，就是我现在没有劫，也是挤着走。局部挤一个好棋。好棋。局部挤一个是绝妙。嗯。不打劫挤一个都是，就该这么下。高。哇，挤一个确实比我学到了比我刚才点目要好。那反过来说不对啊，白的为什么一直留着虎不走？应该先交换掉，白的没走，白应该先白的没走，黑的才有挤的。嗯，就说这个时候，你现在如果现在挤，白棋虎不到了是吧？虎不到了的话，马上对虎不到了，虎被先打一下，打回去。嗯，只有这一个时机，嗯，挤的时候是最好的。对。啊，看看这个实战啊。还没消解，114。然后找劫。哦，他亏在什么呀？他这个地方啊，就他本来不走这个，他单长其实是个劫材。对，本来收官我也在想这鸡是不是长一个收官。长对吧？长是不是才得硬？长虎，但这块没虎呢。对。那他为什么不长呢？所以这两个交换亏了。亏炸了。本来。这比长一个差好多。对。哎，这长一个不是明显好吗？就刚才找劫，就是你不是找劫收官也是单长、啊对啊、是吧？对，不是找劫也应该长，那不是找劫也应该急啊。嗯。然后他一步棋，这边是走错了，那边可能来不及了。这招棋是，这个是问题手。长一个好太，这个暴损，这个损的不是一点点。嗯。如果长白棋只能连的话，这个亏一个节目，我觉得。惨案现场。就是吧。对。我感觉这个亏炸了，如果长一个是先手再挡，这实战挡一个，这局部亏了得有一天目。就说本来出现这个劫都不输，如果正常，按照这个最正确的下法的话，还是黑棋好。那就是在被翻盘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提劫，然后打吃，他也没注意长，是不是？吓晕了，吓晕了，可能已经被自己给搞晕了。那、证明这个之前黑棋形势啊，就挡之前应该是好不少的。这个白棋劫太多了，打不过呀。打不过，真的打不过，主要他应该没看见这个。不，关键是打不过，本身就损了，等于找了损劫。问题是打不过你收官，白的还要跟你收下去。他现在冲。嗯，那白的你看他是要跟你收下去。这个劫财多啊，白棋一仗自己劫财多。冲还要挡。挡你断他还要顶你呢。嗯。这方如果黑棋断的话，白棋是这个。所以这个挡还是亏不少，亏炸了，可惜了，这盘棋黑棋很可惜，但被顶进去了要。这个总得先提一下吧，提个劫吧。提个劫，反正白的这还有一枚、两枚、三枚、四枚、五枚，挖一点一枚、六枚。你如果没有挤的话，你还被我虎，这方还有冲。
七枚八枚九枚，冲啊冲啊虎啊，打不过，哎呀，白的还有九枚劫，瞻前说后不是个梦想，可以。这个劫本身价值一二三二十目，二十目，但是黑棋，但是白棋可以一直，可以顽强的撑住啊，二三目不提劫，就是一直跟你打劫。白色就劫实在太多了。扑，踢过来，黑的可能就收官算了，就粘上吧。最后结果可能黑棋就是粘完断，白棋消劫，那黑的收官。其实啊，当时要是长过来扳住，其实白棋整块棋都有。啊，那倒不至于，你帮我吃。我知道，就是还是要来做眼的嘛。对，我做眼还是要做眼的，也先手吧，就做。但那个就是目数比现在目数好多了。对，可惜啊，太可惜了。但那样是不是也就是不输啊？也不见得还赢吗？对，还也是戏吧。但本来你不冲下去，我感觉是明显是要赢的呀。就提前一个变化走成西棋了，再一个变化自己就走了。感觉当时在找劫材啊，就是全盘在看劫，就没有很明显的劫材。确实是这盘棋就是黑棋不好找劫，但白棋劫材非常多。黑棋的劫刚才打将打掉了，黑棋这个。哦，对。首先白棋脱了的一个时候啊，黑棋晕了，先去打将，打完将之后来打劫。打劫发现劫材用掉了，现在打将打掉，就他打完将之后做出了一个打劫的决定。唱。也一样的，目数这俩好像是一样，也没有理由不这避免。提个劫吧。提吧，能提总是要提一下的，打不打得过，姿态还是要有。这个现在黑棋，我觉得调整一下心态，是吧？调整没用很啊，难受。这时候调整，其实60秒一步还是相对来说在读秒里面是，时间最宽裕的一种了，对，是吧？我们读秒一般都30秒，有30秒的，有40秒的，是吧？有没有比赛40秒？中国没有，韩国还有，韩国有，韩国有，韩国联赛好像40秒，韩国有，中国是三十秒，我们一般是30秒或者60秒，对。联赛呀，农心杯啊，这种都是60秒。住。黑的应该就是没看见这个，他要看见应该就会去下这个，这个本身就是好手。今天这盘棋，我看看刚才我们讲那盘啊，谁怎么样？对，看一下。顾子豪赢了，跟当时判断差不多。对，转换嘛。对，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这个通报一下，刚才我们第一盘棋，顾子豪对谢尔豪，最后是顾子豪执黑中盘战胜了啊，获胜了。刚才确实也是，看起来是黑棋的形势不错的。其他的对局，其他都下完了。廖元赫赢谭笑，廖元赫胜谭笑，十月胜陈贤，赵晨宇胜许家阳。这几位呢就已经进入了16强。那这盘棋杨锦欣和陶心妍这盘是不是最后一盘啊？应该是吧。这下挤了，现在哎呦，陶心妍还是下出了妙手，挤了。白的一直也没舍得虎，对，还是发现了。你说当时没挡这个先挤，再挤完也得挡，不一定了，1分钟之后说不定看见了，他挤完就不一样了，回来挡，挤好棋，挤着好棋啊，还是下出了好手。
七号七啊，几白的就有点麻，你打的话被打一下目数亏了，那局部。不过挤完是不是得马上打了？对，不打被人家唬一下。挤完马上打，打你应该得提吧？这个你也不会消极。打在这里，一样。打这个调皮，调皮，其实一样的，一样的。再打他也提，但是他让你放心，你这个打肯定是绝仙，你不要担心，你赶紧打掉吧。其实陶欣然呢，这位也是湖南籍的棋手啊，我觉得他一直对棋都是非常专注的。他是那种就是心无旁骛，就是全身心投入到围棋上的那种棋手，很难得。对，陶欣然其实今年他是94年出生的，也不小了，也不算小，就对，那么多年能做到这一点，坚持的真的是很专注，非常专注。现在还有几个，一个两个，哎呀还是打不过。打是打不过，打不过，因为你这都走完了，就我的劫开始了。所以有的时候劫财也是也不能说目数吧，这个也是一个六分之一目很重要的叫什么资源。职业棋手以前说一个劫财等于六分之一目、有这种说法呀。说大概相当于六分之一目、但这个我觉得是玄学。对呀、没有科学依据。你如果没有劫的话，你这个六分之一目就是虚的。对。对吧，但有时候一个劫可能你说它一百目都不过分。但是是这样，我觉得它是劫财是一种威慑力。对吧，就你可能在选择变化的时候，你可能你要避免一些劫争的变化。可能也有的时候也要起到一定作用。对对对。下法都不一样了，我劫多我选择的是什么下法，对，你只能我没劫我得避免一些什么下法。对，你劫财少的一方你就得回避劫争。对。杨鼎新也是有点狠啊，不就是不肯消劫、不是他连本身劫他都不找，他得有一个提，他有个提的劫财啊、对，他也可能没看见，我这也是顺手的劫财，对，这也不损，但是也不损，他这个劫啊，这还有一个劫，劫太多了这里、对，再冲两下，劫太多了，黑的应该就只有断了吧，走俩大的，应该是没有劫了，就断吧。黑棋，白棋不会还要继续来吧？胡一个，继续打劫。继续打，是不是没有必要？没必要了啊，没必要，没有必要、因为已经没有特别大的想抢的东西了。走这个，他如果消劫，是不是这个粘大吗？这个也很大呀，这个打白也大，打可以长吧？哦，打可以长，他这个便宜挺多的，对，一二三，我这几碗打便宜好多啊，那就粘一个，把这个粘住，断了。看白棋消不消劫？消了吧，对，差不多得了，不能真斩截收后呀。消了，如果你粘一个，我就团一个吃一个，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现在怎么样啊？形势是还细吗？消劫了，
十五三。黑的七十一目，再判断一下形势啊，是不是还是细棋呢？哎，我点错了吗？我怎么还是很细，是不是？我为什么点出来黑棋赢了？几目啊？是不是黑点错了？现在是多提一个，提一个可能是白棋要稍好，嗯、白棋稍好。我可能点错了。嗯，但是也三四五也十十七，但是还是很细。这样子黑棋都是细棋啊。那之前黑棋还是有不小的优势的。真是。哎，我为什么怎么点到黑棋赢啊？你几目呢？点出来。黑的七十，白的大概。大概能有个六十吧。啊，差这么多目啊！这不黑的起过两个吗？对，这地方白的有一目。嗯。哦，这地方给黑的多点了一目，白起提过一个，黑的还得补一手，放六目。嗯。是我收的不对吗？我就觉得黑的不输啊。黑的不输是吧？嗯。有半目吗？有可能下到半目。如果这棋都下到半目的话，你看黑棋亏了很多了，是吧？亏多了，所以我刚才确实没打下去之前，我当然点盘石，不是我问该谁下，说该黑的下吗？嗯，那盘石都不值啊，肯定不值啊。但我当时那这个是勺子吗？这种？这勺不勺子，他人家都往这儿拖了，明知山有虎，自己冲上去，何必呢？这怎么说？嗯，我真不觉得白棋赢哎。再收几步看看。他吃，吃在这儿。嗯，是这个。嗯，长呢？长，他是吃、这个哦、打了打死了，从后面吃。啊、哦！啊，我没看见吃这个，刚才咱不说吃这个吗？我一直这么点目的。哦，那差好几目。啊，吃这个成立的，那不是差好多吗？对，不能长，长的话可以从后面吃。那差挺多，那这样的话黑的只能脱先了，等于说白棋逆收了一个一目两目三目逆收四目，嗯，嗯，这就场，就场，这个这样好，这样收、嗯、就只能这么收，啊，那这个白棋确实比刚才好点，我刚才打这个怎么看那白棋好像不对呀、啊、这棋，这白棋跟刚才比的话，黑棋还打这个，没有没有，这我摆的，是这样的啊。我不得提我提是没问题啊，提提这个打这个不是姐打不过又来，又不担心白棋脱先啊，现在姐脱先吧，这个跳掉吧。嗯，这样黑的一目，白的两目，刚才是白的三目四目，白少了两四目。这个图比刚才那个图白的要便宜两目棋。嗯，这样白要便宜两目，白棋是不是要？刚才我如果点盘十，现在盘八。盘八，我刚才这地方是点错一目盘七，一下差出三目棋啊！嗯，变成七目了。啊？那就七目啊，盘七啊。盘七，但是现在该黑棋下了，黑的输吗？还很细是不是？还是细棋。
这棋黑的不输啊，这怎么说啊？这打吃大不大？这几目，打吃是后手吗？这个劫它双黑先，棋双先2/3目，不是白棋劫财多吗？那它又不这理个你了。你不走被团一下，是不是有点痛？对，团有点。你打不到这一下被团一下，但打得到吗？打是不是就是打不到啊？这棋就输在劫财上，这盘棋也不见得输是吧？不能说就输，把这个跳掉。真有可能输劫财杀，你这要打不到的话，哪天等你后来收完官，白的把人打了一棋，哪里都跟你拼。对，就跟你打劫。哎，现在劫财还多吗？黑棋啊，不，白棋还多吗？现在不就一个吗？两个，啊，一个两个，你这个牌损一那点。现在这种冲啊，对吧？这种东西，虎啊、打啊这种，这不都变成劫了吗？哎呀，没办法。劫都变成劫了，哎，这个粘大不大？不打，不大哈。你说一目，才一目吗？这不还一目？也要拖进来。我不拖进了，那就你说，最多你说两目。这边这个不知道几目，这个这都不知道怎么收，是跳好吗？是跳好，跳反正我团完吃是吧？好像跳掉不会亏。你这个打如果能打到双先，这应该是最大的，但是打哎，不他到，粘了，那就粘这他也粘的。我感觉半目胜半负目啊，胜现在就是负半目胜负。是。黑棋啊，我们看到这个，因为出现这边出了一个劫，是吧？然后主要这个又挡找了亏，个损劫，对，挡一啊，个对，亏挺这边多又的，找了个损挡一劫，个真的亏挺多的。又找一个损劫。其实就说你出了劫都没输，如果你是长着收官的话，可能还是黑棋形势好。对。但是即使这样，现在八成还是一个半目胜负的棋。白棋团，那这白棋全力，你没打完，我肯定是白棋的。很搞啊，这不行，这能不能挖呀？挖，先虎掉吧，这留着干啥呀？我这个赶不清了，你说这如果能挖，这挖好大呀！这什么啊？这什么啊？打劫。那黑的不行啊，缓气劫是不是黑的也不行？白来一劫，白来一劫，关键损不损？白棋损吗？白的要打爆你，白棋损目吗？那肯定损啊。缓一泄还能打爆他？你确定吗？冲 啊一冲个、啊，两个、三个三四个、个，四个，冲这个时间，打完一打死了。五个劫打这个是劫吗？我就算损，我这肯定也是劫啊。六个，足够打爆了。这一挖挖了，白棋越战越勇啊！挖了。白棋现在他是去哪走了个先手啊？我看他看，提了一下，提了一下挖，实战就下到这儿。对，哇，刚一挖，对，那其实就我们刚才的判断，黑棋应该只能打下面。我觉得缓气劫打不了。如果只能打下边的话，将来还要再补一目，是白不的是要还赢，白棋要赢啊？感觉这啊，挖，他打了，打在下边了。这挖大，白这为什么棋，不虎掉呢？对，哎，他不虎掉不怕刺吗？为什么不虎掉呢？虎一下呀，没虎掉。感觉上白棋要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
就是和我们预计的直播时间已经超出了半个多小时了，所以也请丁磊老师给我们大概做个判断啊。虽然这个棋比较细啊，也不太好判断。我们半目胜负，半目胜负。白的要赢半目吧，我觉得。我就看见这个娃，我觉得白棋赢半目。我觉得白棋要赢。白棋要赢啊，他就顶了一下，顶在这儿了。因为我看这个，根据这个棋的进程来看，我估计他们多半要收官结束，是肯吧？定肯定。要收官结束，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可能超时间太长了，所以呢，我们只是给大家这个做一个判断。现在可能是白棋啊，这个细棋稍稍好，好，哎，赢半目的可能性大，对吧？我觉得是，是。那么今天，因为这我们投票选出两盘棋啊，确实是非常的精紧彩张，的，也非常的精彩。那么今天的直播呢，也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这个具体的结果呢，也可以收看我们的公众号啊，围棋天元去了解结果。那么今天感谢丁磊老师啊，这么长时间的直播，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再见。